学历，拿出阅历。复习证就能带走新台币。欢迎收看《财神向前冲》，好运万事通。财神向前冲啊！这个我们每一集呢，说出不等的奖金，最重要的，连续10次卫冕成功，可以获得我们 S5 的 Turbo 顶级轿车。更可怕的是，除了轿车之外，对，还有500,000的奖金。每一期呢又多了我们一个执行班长，今天我们执行班长是四月童，20,000的粉丝哦，第一神经，现在已经不止了，不止了，现在快要破300,000了，有点将近了，对，成长速度还蛮快的，真的哈，是因为我们节目吗？有哦，节目很有功劳，真的，非常的感谢，真的，以后来录影就不要付你费用了，要养家活口啊，要养家活口，是啊是啊，好，我们这边来云晶也要欢迎他。好，来这边要欢迎来帮我们介绍啊！哦，千本套兵呢？套兵，现在比较会笑了啦。哎，不得了了，可威，可威，好啦，这个今天四月童跟着我们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 ，Follow you。好，今天我们由这个卫冕者是挑战第三次卫冕，到目前都没有拿到我们的奖金，对，很可惜。来，介绍我们的第一组，优秀的一个年轻的朋友，来欢迎我们的，来欢迎他们。欢迎我们的什么？我们在等这一刻，对，为了介绍这一刻，欢迎我们的，欢迎我们的韩寒，他们几个都是好有名气哦。我真的吗？在友台的各大的舞蹈节目啊、选秀节目过关斩将，我可以说是舞蹈界的常胜军啊。剩下来的，就是四个也想对演艺圈有这个梦想。有，因为他们都跟我合作过。哦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叫庄瑶轩，对我叫酷炫外号。余孙生，余孙生，陈伟任，还有这个陈俊吉，对，哎呦，这都艺名了哈。是本名，本名。应该改改艺名，难怪不好叫。他们几个舞蹈非常非常的精湛，那个是属于那种我一跳会吓死人的那一种。那不说，这光说不要要练了，来来来。有啊有，哎，哇塞，哎呦，哎。都派来，定格定好久哦。对呀，来，哇，这不愧他们是那个舞台经验哦，真的临危不乱，他们都很优秀了，很优秀，真的跳得很棒。他们随时人家是点歌，他就随唱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可以点舞的呢，来随跳，来 popping，哎，真的不错哎。对，可以签呐，那个可以签可以签。你不是要成立经纪部门吗？真的吗？对呀，我有这样讲过。我在演艺圈30年都没有成立过经纪，好像这一刻我决定，决定为了我们，为了你们，我下海。下海，来哥，拍叫爸爸。我觉
天我要收了四个儿子，是，哎，起码你那个到时候有人来祝寿啊，对不对？场面比较壮观。有。是祝寿还好、啊、是祝寿还好来参加要是妖兽妖兽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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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不好我们节目一播出，他们就真的找到伯乐了啊！结果找到江伯乐。江伯乐，来，第二组欢迎的，姓福啊，哇，福家族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躲到后面干嘛？对，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个，来，陈义荣，陈义荣，蔡敏翰，啊，林冠成，蔡敏浩，哦，兄弟。蔡敏浩是兄弟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这里这个是易容是，易容，易容树，哎呦，易容树，啊，陈奕迅的妹妹啊，陈易容，哎，啊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你是跟他们什么关系？同学，同学，对，为什么叫福家族呢？因为我们家长幸福，哦，家长幸福，哦，他们家很幸福，很幸福，只是大家长幸福，你们大家长是谁？福家宇。啊啊对，是什么的家长？国小老师，国小老师，国小老师啊，哦，他是你们的国小老师，嗯，跟你们保持感情到现在，对，现在都大学了吧？高中，高中，高中，有，大家操了，操了，怎么会这样子的？年轻的，我可以知道你们从哪里来吗？高雄，高雄，哦，晒得比较黑哦，尤其那个蔡明浩。那你们今天从高雄坐车来啊？对，哇，辛苦辛苦。哎，今天没有赢的话，那真的是一趟路，对不起你们呢，要加油啊！哎，来回哦，我们不要说坐高铁了，应该坐不起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你们是怎么来的？坐客运，坐客运呢？客运要400块吧？辛苦辛苦，四个就1600了。对呀。哎，你万一第一关就失败了，就坐在旁边。加油！你们今天哈，如果到最后一关。我们就直接送10000，到最后关那个过五关哦，过五关，好，我们就直接就送10000了。哇！太好了吧？对不对？因为过五关如果没有过，一毛都没有嘛。就是你万一没有过，好，我们还是有10000。那这样好不好？那这个如果这个例子一开，他们高雄来的，对啊，他们下一集有屏东来的，因为不一样，他们一个同学，而且老师对他们这么好。这感情我们要鼓励啊，是不是？以后有这种关系的尽量报名，好不好？来，福家族。哇！来，我们来挑战第三次卫冕的吴浩斯。关系甩过来。每次都挺到最后，但是都没有。哎，他们的命运跟我们是那个香港那个团体一样。嗯。他们是第一。对。哦。没有，他们有第一关拿了4万，对，4万，后面的4万、3万没拿到，那你们是4万、3万都没拿到，对，今天如果过卫冕了，那就有机会了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争气点，好不好？我们邓志华、黄泰玮、陈灵芝，还有陈佩乔，欢迎四位，欢迎，加油，来，马上让我们神经家、神经女孩，神经家族，来自欢迎词来，来，唱。扁担长，扁担长，反在板凳上。要答题，要按铃，奖金才会跟着你。带走，阿雷猪通过。哎呦，被你影响了啦！他们三个，这话都没讲。他们就三个人也会放炮。得到口令不容易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扁担宽啊，扁担长啊，扁担长，板凳等上是吧？哈，你很蛮厉害的。那和尚端汤上塔你会吗？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洒，汤烫塔。哎呦！高雄来的福家族加油啦！还有欢迎我们的，欢迎我们的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，欢迎我们的，就叫神经男孩，要不然每次讲欢迎我们的，你还不知道叫你们呢。对啊，好了，就是神经男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了，我们总共有10题啊，
里面可能音乐题啦，还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生活常识。嗯啊，好，第一题是我们的音乐题，好啊，有可能是很久的歌，怕你不知道哦。第一题的音乐题，前奏请下，是什么歌呢？条件为你，我相信你。哇塞，太厉害了！哇塞，你耳朵长到哪里去了？恭喜标准答错。另外两首，没办法，这首歌可能离大家比较久远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哎，忠孝同路走九遍》。你看，虽然他们都会唱，他们都会唱，但是和弦很像，但是听这个那个伴奏的部分听不出来。好了，来，那就大家都挂带啊，一样多，好，都是零分，加油！来，第二题，请问旅美投手曹景辉目前效力于哪一个队伍？太难了，道奇，道奇。哎呦，道奇队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关心了。来，第三题，游戏 Candy Crush 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哈。知道是哪个？是哪国公司开发的？这个也知道。知道了。吴家族五秒。是美国。美国。哦，恭喜，标准答错。来喽，五号死。五号。英国。哎呦。这个你也知道，因为之前常玩，常玩。他问你，那你把 Candy Crush 念一次，我听听看。你念，你念，这样你念啊，来，拍完你念。Candy Crush。Candy Crush。Candy Crush 是排行首啊。Crush， Crush 是以前骑摩托车，摩托车车要热车呀。Crush 呀。好，英国标准答案。第四题，2015年2月26号，哪一个国家将通奸罪除罪化？好，在亚洲，是一个分裂的国家。好，吴家族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哪里？印度，标准答错。2015年2月26号，哪一个国家将通奸罪除罪化？五秒。南韩。恭喜，标准答案。来喽。第五题，跟麻将有关系的哈。加油。听什么牌？好不好？天哪！来喽，看看麻将。第五题，这副麻将听哪些牌？请看。吴家族9条，定9条，小朋友也会什么？九条，你现在高几？9条，高二，那你一定没有认真念书哈。每天都在听9条，厉害，9条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9条单调，好，现在我们5题结束了，真的。我走了，欢迎我们的零分，来福家族200分，五 house 200，哇，厉害哦！好，第六题，请问，加油！四面楚歌是楚霸王项羽的故事，请问他最后自尽在哪条河旁？什么江？你不要讲淡水河哦，大陆就。你不要讲老姜哦，老姜也不可能讲无聊，姜，他真的想当谐星哎，黑龙江，
项羽都要到黑龙江去致敬，会不会跑太远了？九尾狐要到黑龙江，想到黑龙江，黑龙江。汨罗江啊，汨罗江，你那是屈原。汨罗江，有一以前有个明星叫罗江嘛？罗江，汨罗江是屈原，那是那个端午节的由来。正确答案是乌江，乌来的乌江。乌江啊，那屋檐见江东父老嘛，所以在那个乌江边。来喽，第七题。请问，二秦二邻，哦，就是秦汉秦襄邻，而二邻呢，就是林青霞跟谁？林青霞跟谁？二邻一定是林的。林凤娇。哎呦，林凤娇，这你也知道，林凤娇，恭喜，标准答案。第八题，电影《极光之爱》是改编李国修的哪个舞台剧？舞台剧？哇！南极之光。好，太厉害了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恭喜，标准答错。那还有什么极光？是北极之光吗？除了南极之外，只剩下北极了吗？恭喜，标准答二。胜选啊，现在就不用答了。对啊，因为八九题、九十题他们都答对，他们也是输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来，神奇女孩来欢送他们。老师 music。咚哒哒咚，咚哒哒咚。和尚端汤上塔，划汤傻汤饭塔。参赛者若输了，可怜没钱要回家，要回家。下次再来。等待我们来。我看这真的不能签了。本来一开要回去开场还蛮有信心，对，有模有样的。对呀，吴家族跟吴浩斯，恭喜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决赛精彩节目。好，恭喜我们远从高雄来的吴家族。好，谢谢。这一关要是赢了我们的挑战者，直接就一万。啊，你们的车钱车马费还没过关就有10000哦。对呀，就要赢他们哦。好，万一没有办法超越他们的成绩，还是没办法。好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年纪太轻了，怕有些东西他们没有经验。对，他比如生孩子，你们有没有经验？生孩子，我说这种题目了，对不对？比如生孩子最不舒服有哪些状况？你讲一个。那个来。太行，啊，太行，太行，哎呦，有经验，那个林干成说那个来，那个来，女生那个来，那个来，那个就不会来的。好，知道了，我随时讲了一二三，啊，我现在可能就会讲了，抢到的，一二三，很快耶，手倒是蛮灵活，我们永远这个脸都按不到。听完题目，决定要先答后答，请问公车司机的哪些行为最让人讨厌？这简单吧？要先答后答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先打，先答好了，来，那就告诉我，第一个，服务态度不好，态度不好有没有？再来，第二个，开车不专心，开车不专心，比方说。具体一点，好，讲手机啊，或是讲手机啊，边开车危险啊，用那个什么耳机啊，对啊，对着他讲手机或听音乐，有没有？哦，看喇叭，这些都算违规哈。我们刚刚讲这些都算是违规的，啊，不要再讲这些闯红灯啊、尬掐什么的哈。再来，违规都不算。五秒，四。过站不停，过站不停，有按铃啊，有按，对，然后过站不停，有，是吧？过站不停，有没有？再来哦，还有三个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是48分，五秒，还蛮多的，对呀，三、二、一，开黄腔，开黄腔，开玩笑，
黄腔，开黄腔，开公车司机开黄腔，对对对，你有看过枪黄色的吗？对，枪都是黑色的吧？开黄腔，枪是黄的，好漂亮的枪，很特别吧？黄腔，开黄腔有没有？公车司机又不是导游，他又没大声功可以抢。有了，他有那个，现在都有那个喇叭，那个。再来，错一次了，还有一次机会。五秒。四、三、二、好，骚扰，骚扰，骚扰谁？骚扰乘客。是不是公车司机？他们都往这个方向去想了，开黄腔了，对，都想，都想这种。骚扰乘客有没有？很简单啊。抽烟，抽烟，公车司机抽烟，不良行为。哪些行为最让人讨厌？你讲那个好像是光复出席。他在车的行为，车的行为，嚼槟榔，比如说，你看违规啊。过站不停啊，抠什么？抠脚趾头，卫生习惯差。你喜怒共怒啊！我还要边开车边自己脚底按摩啊！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决定一个啦，就没有，没有哈，抠脚哈，就抠脚。抠脚，抠脚，抠脚有没有？哇，这么简单一题，真的蛮容易的。来，你们讲一个，很快急刹，急刹车，急刹车，他每次要开顿来顿去，要刹车，有时候超前的机会，交通违规啊，那不是违规啊，违规是要开罚单的呢。急刹不算违规，他只是开很快，他突然停了。对，哎对哦，急刹车有没有？转弯，转弯太猛。第四个是什么？乘客没站好就开动。你是那个什么？要下车，要下车把它关起来。上车，你看。对啊，这个真的比较普遍啊，就是大家上车，然后司机很急就车开了，大家就晃来晃去。最后一个，刚刚有想到，可是没有回答。跟其他司机并排聊天，这个我是亲眼看过的，我也亲眼看过。那个最长的那个司机也冒开，让他把那个车门打开，砰砰。我想说奇怪，没有到站的怎么要打开车门？原来有一台并排的，然后那个人砰砰门也打开，然后开说，哎阿姆西贝还站哪了？还没领上，啊你妈逼呀，还没领上，他站聊五分钟耶。哎呀，夸张真的啦！那个以前之后，我们骑摩托车才会并排聊天，有没有？公车司机也会并排聊天。其实现在公车不会了，在台北不可能了。对了，中南部或许还有，但是现在货车最多，货车司机啊，计程车司机最多，小黄司机也会，计程车司机最多。啊，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第一题，哎呦，想不到还福家族赢呢！哇，48分。随便讲个急刹急转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谁叫我说他，因为他现在开油罐车了。来，第二题一样哦，我随时会讲一二三，好，随时要抢，一二三。有没有冲奖？我会按你。每次都没有中，每次都没有按。我们福家族注意听，一般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去求助于算命？什么情况之下会去算命？懂不懂？算命啦，先打。哦，来，蔡明还是主打者，都他在讲哦。主攻击手。说，取名字。嗯。被算命啊。嗯。哦，那就算姓名就好了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要取名字的时候去算命，取名字有没有？求桃花，你们好像对异性特别有兴趣啊！公车性骚扰，开黄腔啦，求桃花啦，应该都做过。讲什么？什么桃花？求桃花，算桃花，算桃花有没有？再来，求财，求财嘛，对不对？最近事业好不好啊？对不对？对，啊。财运有没有？有
作啊，工作就是财运，运气，运气。五秒，四、三、运气不好，二、一，身体健康。哎呀，哦，最近沈玉玲身体不是太好，我去帮她找人算一算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身体健康有没有？糟糕，还有两个，运气，运势，这个太笼统。什么叫运气？这每样都运气啊！对啊，有没有？算是会不会出车祸什么的？就是啊，哎，你去给他算命，老师，我什么时候会出车祸？我那时候去算，有17、18岁会有车关什么的。哦，那就是算命啊，那就是在里面的，就是你的什么？那个应该讲应该说不顺，不顺，你去算命，他告诉你说要注意车关呐。对啊，来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五。还可以错一次机会，再想一下。认真点。最后一个，五秒。四。想不出来。三、二、一。运势就是讲这，运势有就运势不好就算命啦。来喷。来了，你们只要答对了就赢了。五秒。开店。四。开店要干嘛？算命啊，算日子啊，开门，来哪时候开幕啊？看日子，跨喜，跨喜行，喜行，有没有？哇！还没够气呀！够不够气呀？还有我们的第五个是什么？迁徙。搬家，搬家一定要看风水 啊，然后一定要算那个地方方位什么适合啊，主啊，怎么样啊，坐向啊，房子的坐向、啊，这个随便都会答光的了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看一下成绩，福家族是48分，哇，可惜了。乌后是82分，哇，恭喜贵爷成功。但是会不会拿来奖金呢？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好。谢谢我们的福家族，我们的乌豪子，马上是我们的终极奖金挑战。